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解放军组织系列军事行动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针对的不是广大台湾同胞，而是极少数台独势力及其分裂行径，为的是防止台湾同胞福祉因台独图谋而受损害。需要强调的是，任何形式的以武拒统都有悖民族大义，都注定失败。